哥哥真厉害，打败了祖鲁克星人。怪兽是打不完的，刚打败了祖鲁克星人，又来了怪兽卡内德拉斯。不管怎样，哥哥一定要小心。雷欧，出发。准备粘土捏怪兽卡内德拉斯。雷欧，我祖鲁克星人还会回来的。雷欧，我卡内德拉斯也会回来的。雷欧，告诉你吧，卡利星人也来对付你了。准备粘土捏卡利星人吧。哥哥，祖鲁克星人很厉害，一定要小心哦。弟弟，没问题的，我已经学会了三段攻击法。哥哥加油。雷欧，出发。准备粘土捏奥特曼祖鲁克星人吧。